大家好，我是白龙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实况。我今天要玩 Minecraft 索尼亚斯大陆。好，有没有看到空气中的一些微浮粒子？没错，我现在在地表最底层的地方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怎么下来的。从这边挖下来，从之前，哎呦，这个没有铺，铺一下。这样，哎，还少一个，先用这个好了。这样，从上次我们挖到。算了，不要上去了，好远了。就是那个鱼骨的那边，然后我看到一个留言跟我讲说要再往底层挖一点，然后我就想说直接挖到最底层好了，然后所以底下这已经是基石了，所以这已经没有办法挖了。然后我在这边也是挖了鱼骨方式的挖矿的方法，然后挖了很多的矿，也没有到很多啊，就比之前多很多了。挖到了铁矿啊，黄金啊，钻石长这样欸，超可爱的，我丢出去 给大家看一下，长这样欸，我挖到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构造很神奇，然后我们再继续挖一下，对，非常棒，火把很快没了，我们把火把用完就回去好了。然后我今天想要做一个农田，把农田移到家里旁边，因为现在已经有铁矿了，所以可以做那叫什么捞水的东西，桶子啊，铁桶。然后我们把水引到我们家旁边，就是房子的旁边。哎，又挖到了哦，只是煤矿，没有了。哎，还有。稍微挖一下吧，没有，已经没火把了，所以等一下看不到的话就回头吧。其实现在就有点看不到了，我的亮度我调最亮吗？现在是最亮吗？对耶，好吧。模式有正确吗？普通。OK。好，看不到了，回去吧。好长啊，好长。然后这个火把是为了不要让我自己迷路，知道这里是回去的路，所以我就插一整排。好，好长，超长的。这样我们的全身的铁装应该是没有问题吧？等一下把铁矿都烧一烧，看一下够不够。哦，僵尸三，铁矿35个，35个应该够啦。35个再不够全身的话，那要几个啊？我们先把一些东西丢掉，整理一下包包。这个栅栏看就很碍眼，东西种类太多，有时候我都会想要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把它清掉。历史需要吗？历史留一组好了。小麦拿来做面包。这样啊，这样子，太久没玩了。而且我绿宝石很多，绿宝石是不是可以跟商人换一点东西啊？
我们趁烧这个铁矿期间，我们去找商人一下好了，然后顺便捞，应该要捞2桶，对不对？我做2个好了。为什么这个铁桶那么拟真啊？太拟真了吧！做2个，然后捞2桶水回来，这样就可以做无限水源。哎，可以叠在一起。好，这个把它扔掉。OK。好，走吧，出发。一些重要的矿石，我把它放在另外一个，哎，这个是矿石，把它放在另外一个箱子，好不好？我们再做一个箱子。草，草还没长上来。箱子要摆哪嘞？这边吗？这个得好好思考哦，外面有怪，先把它清掉。一下，好快哦！我预计我们的农田把它盖在这里往上怎么样？我们盖成有点像梯田的感觉。没错，梯田的感觉，感觉不错哎。而且这里刚好也是往上的空间，我们这里就盖一条路，然后一条路的旁边就是农田这样子，好棒哦！光想象就觉得好棒哦。先吃个东西，你是不是该修饰一下我们的房子啊？感觉它有点方方正正，有点丑。把它往外扩一格好了。等一下，这等一下再说好了。先回家，先回家。啊。修改房子，等一下再说，不然的话，感觉太多事做不完。呜呼，等一下，绿宝石铁矿，OK，走，出发，去找商人，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，然后顺便去捞2桶水回来。一下，蜘蛛好弱哦。猪，好像真的只剩他一只猪哎，真糟糕，好远哦，而且中间怎么那么多 creeper，太多了吧？我等级好高啊，挖矿挖到那么高的等。吃东西。等下，不要吃那么快，好浪费哦。饥饿度才少一格，就要吃一个面包，太浪费了，不行。走开！非常远，死了。到了，到了。好，先确认没有怪。跟在后面，好，交易交易，为什么你们那么开心？这冒泡是怎样？哦，这个才对，可以换火把，感觉好弱，见识也不要，经验瓶感觉不错，这个换一个怎么样？这个换一个好了。斧头不但砍得快，铲子换一个，斧头换一个，怎么样？掉更多，铲子比较不重要，不要好了。斧头跟镐子感觉需要，斧头跟镐子，OK，斧头跟镐子先好了。好，那。6个、5个、11个，需要11个绿宝石，OK，刚好。然后啊，
我们需要铁质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哎，铁镐有100，可是啊，可以，先换，来吧，耶！而且它有耐久度损耗的，拿去换也可以。然后斧头，我们现在做一把斧头，铁斧。耶！我们得到了好多的道具哦，好棒哦！耶！有点爽诶。我想来看，效果到底怎么样？是创造模式吧？而且上一集我发现我这张地图没有办法开创造模式，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办法作弊，这样子我也没辙，所以就只能乖乖的玩，这样也不错啦，以防我自己开作弊模式。那有经验球，试一下，这应该是刚 creeper 掉的经验球吧？好，回家，得到200武器，满足了，满足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捞2桶水回家，然后顺便采一点小麦好了，因为我们需要把农作物带回家。我们拿斧头看看，两下也是两下，砍头斧，是什么？幸运之星，驱魔钓竿。来吧，两桶都捞了，然后接下来就是采收农作物。飞好远了，农作物出现僵尸，农耕区出现出没僵尸。我们干脆把这里的田全部都移掉好了，不要在这边种，这边全部都就是把它废弃掉，我们就把它带回家种就好。还是两边都种，家里跟河边都种。其实我觉得我这个田的位置很酷诶，就是刚好挡在河的中间，然后这样水过去就会有丰沛的水源。听着好像在讲历史、讲地理哦，丰沛的水源。等一下！啊，等一下啊！走开，走开！我竟然忘记麦子是用种子种的，我以为麦子是用小麦种，我以为小麦是用小麦种，结果小麦是用种子种，都忘记了。好，来吧，种子。啊，怪真的好多，有点烦呢。先这样。好，就这样，先回去。我们把造梯田的这个工作移到下一集，然后我们这一集先把房子，丑丑的房子稍微改造一下。我觉得这个十字的东西摆在这边好奇怪哦。如果他要摆在这边的话，我应该附近都要把它用的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是这种风格，就是有一点点从家里外面建成到家里面整栋东西。来吧，我们来稍微修改一下附近的造型。好快哦，这比钻石镐还快，太扯了。这样子，但感觉就会蛮好看的，就是那种不规则感。
连那个室外都要稍微美观一下。其实我发现台湾的建筑啊，很多都是大部分的台湾人都只顾室内的装潢，然后室外的很丑丑的也没差，因为自己看不到，眼不见为净那种感觉。然后像国外啊，国外几乎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的庭院，就是美国啦，应该吧？据我所知，然后每个庭院都要的那个草皮啊，都要修得很漂亮。如果你草皮不整理干净的话，会被检举，真的，别人会检举你家草原没有修，没有整理好，超夸张的。这台湾就文化不太一样，对吧？所以我现在要颠覆这个传统，连户外都要把它用得漂漂亮亮。不错。一下这里了，这里再改造一下好了。这边把它改造成往外推一格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看。这里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啊，那个地板门消失了。那这个垃圾桶也要往外推一格，这样子才是正确的。这样子吧。对，这样子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楼梯，对不对？我记得。这个楼梯也往外移一个。移到这里，这样整个空间都会变大欸，感觉挺不错的。楼梯把它架起来吧，然后地板门也把它架起来。这地板丑丑的欸，我要整个换成这种吗？换一下看一下好了。可这样感觉有点，稍微我先换一半看看。这样有点冰冷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感觉地板就是要用木头，我用木质的好了。石质跟木质做出来的混搭风格，木头超珍贵的，不过为了装潢没办法。耶，这样子感觉，哎呦，哎呦，好神奇呀！等一下，我再试一次。铁砧的，哦，没有吸起来。铁砧竟然会往下掉，你第一次知道欸，看一下，好酷哦！我以为它会喷掉，结果没有。好，吸一下吧，把它稍微制作一下。木质的，我喜欢木质的。木质的超赞，耶，好舒服哦，好棒哦，有一种室内的感觉了，太棒了。好，然后这个地板门把它放上去，哎，放太高了，哎，可以放在这里吗？哎，可以。目前房子的状态是差不多就这样子，知道吗？不要，这个旁边就是要矮一个，这样会比较好看。
有吧？看一下，从远一点的地方看。应该有吧，其实也看不到正面，除非从对面的那个山看才看得到，不然距离都太近了。感觉上面还是要稍微修改一下，我觉得上，你觉得上面也修改一下好了。上面这里改成，哦，改成这样子高的，怎么样？挑高，挑高的房子，有稍微有点挑高的感觉。这边也稍微改造一下。好，这样。哎，有僵尸要来捣乱了！呀呀！这个稍微，好，这样子上面就有一种收边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好远，每次打觉得很远，还是会被吓一跳。这边就稍微把它用点。装饰，像这个样子，把它用成有点像尖尖的那种屋顶的感觉。这样，好可爱哦！这样一个有点怪，等一下，这样子好了。OK，这样比较好看一点，这样吗？好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录到这里。草，赶快长上来吧。然后下一集我们就处理后面的梯田，怎么样？好多僵尸哦，好烦哦，有点想要开和平模式来建筑，哎，真烦。好，关门。好，这集就到这边，我是白龙，敬请期待下一集的实况，拜拜。